啊，早窟的目的是什么提醒自己。啊，我今天一天不要把佛陀的教诲呀、啊、忘掉。啊，常常提高警觉，以教风险。这是你真做早课啊！啊，所以我们曾经把古人编的扩诵本。 那古人编的是里面咒语太多，啊，咒语现在不不了解意思，那那就收不到效果，所以我们重新选定经文，啊，给我们晋宗同学，啊，晋宗同学有个朝末课诵本，啊，那个本子是我编的，啊，早晨念的经文是《无量寿经的48》的四十八愿。 啊，早课的时候想一想，阿弥陀佛发的四十八愿，我有没有发？跟自己对照对照。啊，希望把四十八愿呢变成自己的本愿，那我们的心愿跟阿弥陀佛就相同了。啊，晚课我们选的经文是三十二到三十七篇。啊，这。 段经文讲什么呢？教我们持戒、反省、改过、自新、忏悔啊！用这个来做纨绔啊！啊，纨绔真的要反省，要检点的，要改过。 啊，这这个课程对我们才有利益啊，所以都是采取无量寿经啊，这方便法了啊。专修的早课念无量寿经，晚课也会念无量寿经。专修啊，啊，那我们一般的没有这么没有这么多时间，就介入无量寿经。 重要的经文啊，朝提醒自己，目的无非是消业障、远离烦恼习气，我们学佛的功夫才能够得力。 啊，这个经文你要是记不住，你要是不能理解，你怎么修法？